我其实今天来是也是非常高兴，是属于我可以参加我们的妇女这个论坛这部分，是妇联的组织里面，我也是一个职位，香港跟澳门两个特区都有派代表，特别重视，特别喜欢。能够在这跟我们台湾的女企业，以及我们的女的同胞，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互动的机会。我今天也跟好几个我们的大姐，其实前几年呢没有机会大家往来，见到面呢，大家也特别感动啊，就是这么多年后又在三年多了又在见面，然后呢很多计划啦，今天已经在说了，我邀请她来香港啊、澳门啊。我们继续在联谊用好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用上我们妇女的软实力把我们两地的我们的女同志都可以带在一起，我们共同为我们国家的复兴以及我们往后的发展呢共同努力。